Joey 同 Twins 出席品牌发布会。Joey 去年工作太忙，搞到成日都失眠，最近就睇紧中医调理身体。医师咧就叫我成日唔好咁即系咁猛整啊。嗯。因为其实我自己工作咧好多时候都好猛整噶，因为我自己好即系好想完美啊嗰啲嘢，但系呢个世界冇完美嘅，我哋明白。咁所以话即解決不到有冇問題咧，就首先擺低先，唔好擺啲猛疹喺度，因為猛疹咧就傷腎，啊傷肝。Joey 又透露演唱會已經籌備緊啦，第一站就會喺香港。我嘅目標唔係場數咯，即係我嘅目標係一個用一個最佳嘅狀態去同大家負責任地去做一場大家滿意嘅演出咯。大家睇完呢場演唱會會覺得好開心嘅，咁我已經覺得足夠啦。最近流感肆虐，阿嬌都中咗招啊！老公有冇貼身照顧你啊？佢唔喺身邊啊，佢去咗做嘢，即係我都有微言嘅話，佢唔喺身邊咁樣，即係自我隔離係幾痛苦咯。阿嬌話新年會喺台灣過，今年開始要派利是啦噃，準備好未啊？小精靈。我谂住派台币，系两封，两封一百，咪好似好多噶嘛？听讲台湾嗰啲利是封系咁厚嘅，我用香港利是封啊！你误会咗啦。